远处有座山，山里有个人，整天念着修真，要做人上人。仙从来没出现，也没有人指点，照葫芦下笔画，以为能上天。仙级的山人在高谈阔论，相依的道高僧练练舍三寸。书中的仙人只能买三文，盗版的招式成捆，哪个是标准？我是个山人，想做个仙人，就像书名嚷嚷着要黄袍加身。我不是仙人，只是个凡人，梦里也会飞升天庭，官拜弼马温。我是个山人，想脱离凡尘，向上帝